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看你心虚不虚啊？在说什么呢？我妈在家，我们出去说吧。20万上哪儿去了？你明晚咖啡店排下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希望你解释给我听。对不起，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讲。行，我暂且相信你，有你的理由。我给你时间，好好想想，想好了给我解释。你好，啊，您的快递。东西比较贵重，您先收下。贵重。我来。我来。行。我来。真的很贵啊，怎么回事？你拿钱买这东西了是吗？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，谁的？不是我买的。韩小婉，韩小婉的东西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！谁在叫我？江浩天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姐，你羞辱我羞辱的还不够吗？你还跑到我家里来？姐，这里。你叫他什么？叫我姐。行了，啊，一个姓潘，一个姓沈，成姐妹了，合着伙骗我是吗？不是这样。别解释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跟你姐一样，不是好货色。你，韩小婉，你可以的啊。利用你妹妹勾引我，你再勾引我爸爸，利用我爸爸来打压我，你够毒的。江浩天，你别说了，过去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我就当成一场梦，从今天起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瓜葛。姐夫你走了。姐夫，姐夫。这世界很酷。